開心啦，好喜悦啦。咁其實咧就係個感受咧，同我一般通常賺錢 two different story。一般做生意賺錢嘅喜悦，同埋攞啲咁有代表性嘅獎，完全唔同。呢個喜悦咧係開心到咧係真係除咗在心中之外咧，亦都我絕對相信我所有嘅同事都好開心。其實首先真的要很多謝前線的員工，就算幕後的員工我們都很多謝，因為前線的員工一定是聽我們幕後譬如董事方面的指引跟我們的意思做，要上很多課很多課程，對客的態度，對貨品品牌的認知，還有很多東西他都要做，包括現在我們主要是做內地客為主，國語不行的又要上堂，咁即係好多好多好多林林審審嘅唔同嘅課程佢都要上，咁上咗之後咧，咁當然啦，完全係有收穫嘅，正確嘅方向。咁而家就係表示咗出嚟啦，攞到個獎啦咁樣。咁所以係我會感謝所有前線嘅同事啦，向佢哋鼓掌。好希望客嚟講對我哋公司嗰個形象態度係俾110分。不是比100分或者是80分，我们一定要超越我们的期望，做到最好，令到客感觉我们不只是简简单单一间零售商那么简单，是一个真的有专业性，令到客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希望将来我们会继续这么努力。我期望员工呢，特别是拿了这两个奖之后呢，就知道公司之前要他们做的方向是完全正确，他们没有白费的。At least社会上的人士都认受了这样。我们另外公司是发展的，长远还是发展的，会开很多店铺在香港甚至是内地的。我们会秉承现在拿奖这个态度，只要我说升这个态度呢，是继续注入我们太子珠宝钟表公司，令到我们新的同事呢，特别有些是未做过钟表行业的同事，他们会感觉来到我们太子珠宝钟表公司是一个成员，是一个荣幸，这个是最重要的。